Hey, welcome to MPOA Studio, 我是新一。今前面好几集都玩飘飘岛，然后都玩超过15分钟啦，我一定要好好控，严格控管时间。OK。我们这一集上次拿到蘑菇牛，我决定要天黑了。对，没错。来睡觉，我要睡觉，让我睡觉，好吧，不然我们先去收割东西，然后等一下就去睡觉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一定要赶快去。刚听到什么声音？我刚开门声音大，把音效调小声一点，音量40就好，不要比我讲话声音大，一定是要我最大声。按错了。OK， 我们来收割一下。要快感啊，好久没有体验了，收割快感。给你我和那安心的地带。还有，把电动我们去睡觉，然后马上去做我该做的事情。好。对了，说到鸡，我们家的鸡只剩一只。上一次有一只鸡，它就卡在那个栅栏那里，然后我就把栅栏弄掉之后，它就投奔自由，自己飞下去。好慢啊，快！刚看到蜘蛛哎，已经好久没看到怪物了，我们去把蜘蛛杀掉。呵呵，避不掉东西哦 ，so sad。为什么我看到鸡啊？为什么大家都要霸占我的桥啊？大家霸占我的桥是什么？有什么意思？那你捡起来吧。哟，是据说会一群冲上来啊。大家为了冲过来，全部摔死了。死了！哦，我也摔死了。我还帮他们把楼梯做得这么好。跑！所以只要攻击一只，大家都冲上来。哦，好可怕哦！地狱怎么这么可怕？拜托，地狱一定要这么可怕吗？过来啊！他们是旧高位。我真的觉得这个量太大了。有！为什么大家都冲过来啊？哎！完全吓到我，这到底？
天黑了，天黑家里最安全啊。嗯，我讨厌你这一排字幕，你只能晚上睡觉，根本听起来就是在嘲笑我。你只能晚上睡觉，天黑了，天黑了，我却只能在这里，在这里一直点着床，然后还跟我讲只能晚上睡觉。你看这个地方就是刚刚那个啦，被霸占的地方，就点了灯也没有用，他们就闲，超邪恶。那来过了吗？啊、哦，我怎么这么健忘？噔噔噔噔噔。对，我来过了，你看，我来过了。我还是确定一下了。嘟嘟嘟嘟嘟嘟。对，我来过了，我这边叠了一个石头，激动吗？就想飞下去吧，这个人超可怕。又来了，噔，跳跳，把这个挡在这里。Oh no！ 算了，放弃，我要投奔自由了。投奔自由。我们现在今天的任务就是盖桥通往那个岛，先点亮一下比较好做事。嗯，好，我们这次带了半砖，可以方向这边，所以应该直走就可以了。It is 和平。It is peace. Peace. 哦，好烦啊，好烦啊，好远好远，这么这么远，我还是被皮卡丘，皮卡丘，皮卡丘，好远啊！你说过那座岛离我这么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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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这座岛离我这么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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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远。怎么远？怎么远？怎么远？远？这座岛离我这么远，怎么遥远？这座岛遥远遥，这座岛遥远，这座岛好遥远，这座岛好遥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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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座岛好遥远，好遥远，怎么会这么远？远？这座岛好遥远，好遥远，这座岛好遥远，好遥远。这座岛怎么会这么遥远遥远？这座岛岛岛岛，这座岛岛岛岛，这座岛岛怎么会这么的遥远？然后我又摔死摔死摔死，为什么我一直在摔死摔死摔死？我要重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一直摔死摔死？我一直摔死摔死。那座岛又离我家这么远，我还一直摔死。
刷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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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座岛，这座岛离我家超远超远，超级远远远，这座岛离我家超远超远超远，为什么这么远？我要快点把这座桥盖好，才能下集来拍我们在那座岛上的故事。这座岛为什么离我家这么远，这么远，我每次都要走很遥远的路来这座岛来盖桥来盖，我需要盖个桥，盖这座看似盖永远盖不完的桥，为什么我的家离这里这么远？唱不下去。滴滴答答答啦答啦，等等悄悄的答应，在我们姑且是到了这座岛，现在是要加高。我怕等一下跳下去。好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转个弯。现在先点篝火吧。都 OK， 这样这条路上应该还算蛮亮的。不能唱魔法 ，Dad。好，那座岛是什么岛？我觉得我有去过，是甜甜圈吗？想起。哦，我不是按的 Shift 吗？我不是按了，为什么还是会掉下去？我按了哎，先生。啊，好，我们这集。姑且目标是完成了，那我都会赶快把那座桥盖好，然后下一集就从这边开始咯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点左下角的喜欢以及右下角的订阅，随时跟踪我的频道。订阅我的频道，随时跟踪我哦。我到底要讲什么？好像有点盖太久，盖到头昏了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，大家拜拜。